字节跳动早在上个月，字节跳动已经在商标局申请了抖音朋友、抖线等类似社交产品的商标名称。另外有消息称，此次发布的新产品便是传说中的抖线。另外有报道称，这只是作为防御性策略的一种商标保护手段。截至目前，字节跳动方面不予置评。发布会海报1月9日，今日头条 CEO 陈林今日在悟空问答和知乎同时离题了一个问题，探讨中国社交未来，中国的社交领域已经到终局了吗？未来社交领域可能会有哪些发展和创新？这是陈林自去年升级大会担任今日头条 CEO 以来第一次直接公开表露出对社交领域的兴趣。陈林的提问随着1月15日字节跳动全新社交产品的发布，新一轮的头疼大战似乎已是无可避免。不过希望最后头疼的不是普通的消费。